Despite reaching 12 finals in 2018 and this season, Wang and Huang have only triumphed in 5 of them. Out of the 7 failed attempts, 6 were at the hands of world champions Zheng and Huang Ya Qiong. Wang and Huang's lone victory over their compatriots was in Guangzhou last December, an important result as they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 winning formula against the world number ones. Their first ever World Tour title. 不管比赛肯定会伤心失落吧，但是我们其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两个人也在想办法一起解决啊。但是可能在技术上，我觉得可能确实是还是不足以对手吧。所以说一直在训练中尝试啊，一些包括到比赛中对他们一些新的战术啊怎么样。我觉得到最后总决赛能赢一次，我觉得其实也是对我们一直以输的以来总结出一些经验才能帮我们赢到一场球包。我觉得。 失落会有一点，但是是那个失落感是慢慢的变好，因为一开始是其实差距挺大，但后面慢慢的两局三局到比分更接近，其实每一次输球都有进步。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一次输球都还能看到一些进步的东西，然后再去看到不足，然后再去改进。我觉得就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那种困难一步一步的突破，这种感觉我感觉会更多一点。 其实可能整体就比较成熟，但是还有一些小的技术的缺陷吧。我觉得还是在平时训练中一直在磨啊，怎么样？然后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我觉得是也要继续加强的。我也是，主要是今年到明年打好积分赛，然后有奥运参赛的资格，然后把奥运会打好，也是这一点目标吧。